我们家小拉菲娜现在解封了一个新技能，就是她现在不用那么着急的就抢着吃饭了，她现在可以听口令吃饭，然后我说口令的时候才去吃，我不说的时候她可以乖乖的坐这边，就不去抢食了。然后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们家小拉菲的表现。来，拉菲。你看啊，他现在是特别想吃的。Oh no！ 没有听口令。看到食物了没有？过来吃，很乖哦。好，吃吧。那听口令的时候，他才开始吃的。刚刚就是他看到食物的情况下，他也能乖乖坐这边不来抢。要平时的话，只要我把食物不用放在这边，怎么就急忙的过来抢。现在我把食物刚刚放在这边，他也能坐这边等，等我说吃吧，然后才过来吃，是不是很棒？这是我们家拉菲新学会的技能哦，真棒！